即係阿莫乃光話唔知點譯，咁香港真係冤枉啦，係咪？非常之冤枉，即係唔應該係咁嘅，係咪？就係咁譯噶啦。嗱，呢一個就係中秋節啦，咁就我細個嗰時有隻歌仔唱：有錢人家食月餅，冇錢人家就食芋頭咁樣，教育咪咁咯。當我哋講緊，我哋唔好去排斥外國嘅學生，啱有教而無類。但係問題而家收大陸嘅學生係為咩？為錢啊嘛，哥，唔係話佢即係你都好簡單啫嘛。你唔通有一個窮人嘅呢個大陸嘅學生喺山區行路來讀書咩？有，我睇過啲感人嘅古仔，讀北大嗰啲，每日阿媽整咗50斤鹹蘿蔔俾佢，每日一盒食鹹蘿蔔喺北大嗰度讀書成才。而家我哋即係大專我哋嘅大專教育猛咁收呢個大陸學生，唔係作育英才，唔係歡迎大陸學生，係歡迎大陸學生嘅錢。因為佢哋嚟讀嘅時候咧，俾嘅學費啊，各樣嘢多啲。咁呢個亦都唔係即係香港獨有噶啦，英國都一樣嘅，係咪？外地生收多啲錢，咪俾外地生嚟咯。嗱，但係一個政府能唔能夠飲得佢咁做咧？我就認為唔應該嘅，因為冇理由要我哋嘅學生咧係捨近而逃遠噶嘛。唔通我啲學生係走上去大陸讀咯？係咪？俾多啲學費喺大陸讀咯？所以個問題係在於咩咧？就係教育嘅商品化啦嘛，係咪？當你教育大專嘅教育，因為政府唔肯有更大嘅承擔，唔肯將呢個我哋嘅年青人接受大學教育或者相等嘅程度嘅教育作為一種權利，係作為福利嘅時候，梗係隻鑊大大鑊啦，係咪啊？呢個先係個問題嘅中心啊嘛。仲有一樣。點解有錢人家食月餅，冇錢人家食芋頭呢？有錢人都費鬼事喺香港讀啦，係咪啊？我講過好多次啦，一早啊，如果有錢啲嘅就中學都走咗外國讀，因為中學喺外國讀就喺外國又好，即係大好嘅大學容易啲嘛。呢、這個仲唔係有錢人家食月餅，冇錢人家食芋頭？教育就最能夠睇得到呢，即係呢一個你係出身於有錢人。同出身於冇錢嘅分別，主席，我哋而家呢個適齡嘅高中生得19%係讀到呢一個政府資助嘅大專，個比例太低啊嘛，係咪啊？咁你而家咁多錢又唔做嘢，呢個董伯伯當日又抄新加坡。就哦，人哋60%，我哋咪60%咯。咁60%佢有咩呢？原來有洗偽鈔嘅。董建華又係語言藝術嘅，又係60%有機，即係去到嗰間大學個入嗰間門口啫。仲衰嘅就係呢，而家開到滿街學店，我就係搭地鐵翻工嗰個喺德福嗰間學店啊，係廣大 space 啊，大佬。政府俾笪地佢。起樓嗰啲錢啊，都喺學費嗰度攞翻喎。你話做生意有冇咁衰嘅？即係衰到貼地啊！根本老實講，主席，你有冇間鋪頭叫啲客俾錢佢起間鋪頭啊？喂，而家我哋政府喺呢個教育喺阿吳克儉同埋佢前任嘅眼皮底下做嘅呢件事，個個啲窮家子弟因為讀唔到正規嘅大學。反而仲更加受盤剝喎，呢個咩制度？你整個問題就是商品化嘛。我哋嘅政府多錢多到要設立 I bond， 俾翻五厘息嗰啲人話冇地方投資。我哋多錢到起條600多億嘅高鐵，去慳10分鐘駁人哋條高鐵。人哋而家嗰條高鐵咧又話搞唔掂啦，全國嘅高鐵如果美國退市唔知點搞。我哋嘅政府就係咁噶啦。我哋嘅政府有錢喺呢一個我住嘅區域東九龍嗰度搞多個金鐘出嚟，迎接大陸嘅資本嚟搞個郵輪碼頭，全部都係
即係準備做生意嘅。喂，大佬啊，做生意你又話香港嘅人冇出息，呢、這個咁啊，松啊最衰噶啦，阿梁錦松係咪啊？先開呢、這個就係將教育商品化。喂，教育唔係支出啊，係投資啊，投資咪即是係要收回成本啊，哥係咪啊？收回成本梗係商品化啦。咁我哋而家阿吳局長有咩講？你贊唔贊成教育商品化？以香港今日嘅國，即係嗰個有嘅錢同埋力量，需唔需要咁做？如果我哋要實現阿董伯伯嘅遺願，60%嘅大專生，使唔使又要兜兜轉轉？如果係做嘅時候，有咩做呢？呢、這個梁振英又冇講啊，即係我都唔明。咁你而家好啦，到你而家你阿吳克儉，淨係做嗰15年免費教育，淨係嗰個你嘅大專就最頂啊，最低嗰個基礎啦。你要話亦話基礎教育啊嘛，係咪？而家都搞唔掂啊，哥！我叫咗你快啲攞錢啊！這個財政預算案嗰陣時候，我你實唔掂啊，你師資冇點搞啊？你根本成個問題就係我哋嘅政府唔覺得教育係令到社會嘅社會嘅階梯流動一個最好嘅方法，唔認為知識係力量，講啊成日天下無敵。如果知識係力量嘅時候，知識係我哋基礎嘅力量嘅時候，點解窮人係唔能夠攞一種力量呢？窮人攞唔到咗力量嘅時候，點樣樣去改善自己嘅生活呢？咁你教育係階級性㗎啦，定係講曬啦？咁你梁振英做咩呢？繼續俾錢啊？叫我哋俾錢啊？梗係政府俾錢啊，哥！講嚟都嘥時間，係咪？唔俾錢點搞啊？我問你啊，點解算啦？